这就去找他们算账。你就别去惹麻烦了。袁洁，这不关你的事。我就是看不惯那个叫月城的家伙。杨瑞，你，我一定要看看那家伙跪地求饶的惨样。走吧，岛上。叶魂，你帮忙去把匣子打开。交给我吧。不，应该由金雾打开。没错，匣子明明是我先发现的。是我，我是我发现的。是我。别吵了，要不我帮你们拿下来吧。森罗，咱们比一下，看谁赢了，匣子就归谁。好啊，谁怕谁。来吧，冲啊！嘿，碎石飞机！攀爬可是我的强项。糟了！机会来了！炎魂，你刚刚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感觉体内的能量突然消失了。我们赢了，赢了！哇，炸鸡腿！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好卑鄙啊！谁叫你贪吃呢？怎么会？浪费了那么多时间，就为了争个空匣子，你们已经做好觉悟了吗？对不起。我看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，有两扇门被破坏了，无法打开，所以我们只剩一个选择了。前面会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啊？不管这前面是什么，都无法阻挡我们。我们再比一次，看是谁先找到匣子吧。预备，跑！你又耍赖！我适可而止。我们不是来玩的，别忘了队长给我们派的任务。